还是要苦来苦去，苦来苦去，面包完全是没有啊，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.
少少醋。还行啦，看我的脸就知道是觉得它的管理地是还行啦。看你的脸，看我的脸。那我今天打的连买，我上一次打的那些全部加起来的话，大概我们是花了一个240-250这样，对不对？输了，我们这一次算输了。不过没有办法啦，打台就是这样子啦。哦，有输也有赢的啦，哪有每次赢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不过还是拿出来抽奖，送给观众朋友，就做我们800订阅的这个抽奖礼物送出去，送给观众朋友。我们700订阅的时候送那个卡达古力嘛，然后800订阅的时候就送这个厄迪瑟的答。接下来我们看，我们去找一个900订阅的出来。好。那同样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的频道的话，点个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同时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专页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Come and get it.